小公主见了定是刮目相看。我问你，世上有什么东西是剪不断的？神仙做的事就一定是对的吗？神雀宫是我们的神雀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就按一下订阅钮跟铃铛，即可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今天在优城占领，天津姐优城占领的微信官方公告了大青罗神雀青衣的技能部分啊。那好像在昨天的微博上面，好像就已经不小心发错了，发错那个影片，其实大家都有看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技能部分吧。好，那大青罗呢，就是侠客，然后属性是冰哈。那他的天赋的部分呢，是物攻可以提高8%到15%。那你绝学造成伤害之后呢，会施加万缕的状态。那这个万缕 buff 呢，可以持续两回合。那行动结束的时候，那自身处于两个携带万缕状态敌人直线方向的中间位置。则剪断万缕，神雀青衣剪断万缕状态也可以获得闪避状态哦，就是两排敌人中间这样。其实这样好排吗？应该有技能可以把它分开吧。好，那会获得闪避状态，或一到两回合。那对方携带万缕状态的时候呢，可以收到神雀青衣的伤，哇，提高15%。哦，不过这个15%是固定的哈，看起来是固定的。那万缕的 buff 呢，是状态持续期间只可以执行哦。哦，然后这个状态被剪断的时候呢，受到一次固伤，最大吸血25%，不受万毒归心和无绝。好，总而言之，天赋这个万缕的状态就可以限制敌方的移动，那就只能走直线。好，那再来一个绝学清风脑梦，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 0.5 倍的伤害，那施加封签的状态持续两回合。那目标满血的时候呢，技能释放后会使目标身上一个有害状态变随机的有害状态。那封签的哦，主要是这个啊，范围绝学的生效范围减一。那应该是可以一开始干扰敌人的时候，可以先用这个 buff 啦，然后把这个配合封签跟这个游弋的状态变成随机的 debuff， 这还不错。然后天赋的部分是使用三大绝学都可以施加万缕状态，那也可以用这个清风脑梦。顺便干扰敌人，然后是施加万缕的状态哈，哇，那干扰性也蛮大的，说实话。然后追学检阅财星，对方内所有敌人造成 0.5 倍的伤害哈，使目标随机一个不在冷却中的主动追学进入一个哦，进入一回合的冷却哈，中间直接放一个剪断万缕的状态哈。哦，好，还蛮不错的，不过感觉他大打 PVP 是不是？干扰性超强啊！进入冷却时间呢，哇，这个感觉很棒哎。除了大范围的群伤哈，可以增加敌人的轮转的压，技能轮转的压力哈，削弱敌方的战斗力，然后再配合天赋额外进行条件增伤，然后又可以获得闪避的状态。那感觉这道检阅财星感觉是必带的哦。看后面还有没有喜鹊穿枝，向前穿枝并达到。作用范围五格，最远可以到格子上。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 0.4 倍的伤害，施加食欲，然后可以获得再移动哦。使用后可以切换成细叶符刃。那这是邪攻，那队友主动攻击自身两个范围内的敌人呢，则优先攻击的时候，只在对战中双方交战后，立刻对敌方造成一次 0.5 倍的物攻伤害。哇，他是侠客哦，有邪攻。然后武士护卫攻击单个敌人，造成 1.3 倍的伤害。对战之前，使目标身上一个有益状态变成随机的 debuff 啊，使用后切换为喜鹊穿枝。1.3 倍，然后武士护卫还算可以，还算可以，感觉介绍也是可以必带。好，被动灵动，行动结束的时候，若有剩余的移动力，则获得灵风状态。那灵风是移动力加一，哇，身为一个侠客，
它的被动哈，竟然有一个移动一加一的效果，然后免疫移动一降低哈，哇，这个不过啊，不过这个效果就是跟你的攻击没有关系，比较可惜的一点。不过侠客的腿都短嘛，所以他有这个被动算是不错。不过他没有增伤的被动，应该是有增伤被动啊，只要等其他的技能出来之后才知道，因为他这边就会写这个他的轻罗的新加的技能，那常见的那些被动可能还没有放，不是没有放啦，要到游戏里面之后才会知道，不知道有没有吹角。好，那绝学的部分都是参考就好，不过他这边是清风老梦几分财星跟寒气哦，还有寒气哦，他是寒气哦，真的有吹角哎，我还有碧池旧虚跟无方飞剑，原来青罗也会无方哦，无方飞剑跟碧池旧虚，哎，那还不错哎。如果他有无方跟碧池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OK， 好，还有寒气哎，哎，那还蛮不错的。哎，感觉这只，如果他的那个属性能力值啊，如果是蛮好的，那感觉这一只还蛮值得抽的。我现在期望正义也是很好的技能。好。那他的最大的特色大概就是这个万语状态跟他的天赋了，以物攻提高 8%， 最高到 15% 跟伤害提高 15%， 其实算是 OK 的啦，还算是不错的。那可是有真的要必要冲吗？如果观众是不打 PVP 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还好，但如果打 PVP 的话，似乎是一个很强力的干扰对手一个角色啦。好，那不知道大家对这次大青罗角色这个技能的部分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们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